本夏季，网络曾因它而断线。在日本呢，就曾经因为什么虫类而导致了夏季时网络断线。我的答案是 A， 它就只会吸一些植物的汁液而已了。但这个感觉很像陷阱。你要不要把这整个的提早？我认为它是陷阱，所以我选猜。不是选了杜小仙之后，我觉得它可能是陷阱。那选杜小仙干什么呢？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